负责这次寿宴庆典的是欧立行。正是我大哥，我寻思此事必须要让你们知晓，他若知道你们参与其中，怕是会生出事端来，对你们不利。多谢欧公子提醒，我待会儿还要见一个客商，不便久留，我先告辞了。哦，那我送送。好，公子慢走。此次我们会向宫里进献白寿图，听闻公子笔力堪比名家，还想劳烦公子为我们书写这底稿，不知是否会多有打扰啊？不过是举手之劳，简师傅，你我是朋友，不必跟我客气。如此，多谢公子了。简师傅，我先告辞了。好。这幅字真不错，虽然每个字体都不同，却毫无滞涩之意，浑然一体，无瑕可指，无懈可击。侯爷，十一娘，没想到你在书法上竟有如此造诣。丹青书法并非我擅长，这幅字不是我写的，是欧彦行写的。你把他的字带回来做什么？这是刺绣的底稿，宫中正在征集民间绣坊的作品，征选出有品质的绣坊，协助宫中一起做万寿节上能使用的绣品，仙灵阁准备以此参选。一定要用他写的吗？师父觉得欧公子擅长丹青书法，特意请他来写，要是另外找人，时间不够又怕不合适。这字嘛，墨水凝色，行笔急躁，一点都没有大家之气。随便写几个寿字就献给皇上，不会过于单调乏味吗？侯爷，您刚刚明明……那侯爷可还有更好的法子？仙灵阁的事，你自己定夺吧。哎，小心点，别把水溅上去。侯爷在练字啊？怎么样，我写的字如何？侯爷字那真是行云流水，笔力笔体。那你觉得夫人会用我这幅字来做底稿吗？侯爷，我看您宣纸宽光了，我去拿。哎，侯爷，你怎么都不让人通报一声就进来了？什么时候侯爷的书房我不可以随意出入了？侯爷在写什么？没什么，在忙公务。你来做什么？啊，这几日天气甚好，妾身想学射箭了。听傅大人说，侯爷从小便习得精湛的骑射之术，不知侯爷可以抽空教教我吗？你想学射箭做什么？我也想体会一下苏东坡写的"
惠婉雕工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的感觉。侯爷也就屈尊教教我嘛。好吧，走。侯爷好身手啊，想来在战场上就是这箭无虚发的功夫击退了夷狄海盗，保护了众百姓，壮我大明军威啊。不知夫人可否听说过一句话，无事献殷勤。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，若无侯爷这样的人在战场上拼死杀敌，护卫一方安宁，就算这天下的文人墨客才高八斗，书法超群，也休想安坐一隅施展才华。就好像若无像你这般蕙质兰心的妇人帮我打理家宅，我也就无法在战场上奋勇杀敌，报国为民。我来教你。果然没有什么可以难到侯爷的。这倒是句实话。